那这什么密道啊？走啊，过来呀、啊，哥哥们，过来呀、啊！不是，往这边，我左边，我知道去呀！你干嘛让我带着一块走嘛？走嘛！哎呀，走嘛！哎呀，这是个啥地方啊？这是什么进货仓吗？这是什么声音？ 这进货仓，人家是进货通道。哦，那什么情况？哦，小米，东西，救我！这什么？峡谷秋千，当上秋千了。 你是小蝶吗？朋友们，你们哪儿呢？这儿。这一期用了好多回了。对啊，之前有一个小姑娘。对，那个 Flying Baby， 我记得。Flying Baby。 哇！有一个 Flying Baby。 这个是 Flying Girl。起名还是你会起。 注意，慢点，后面人呢？别！走！来了，贴脸了！哎呀，这都受害者吗？这不都？哎呀，受害者们怎么这样啊？真的是。那他们是因为体内有血虫变成这样的吗？不知道。 哎，我还有手帕。来，二楼学艺室有我最珍贵的回忆，我若想念他们，总会去看小蝶的手帕。我们要去二楼学艺室，走。啥事儿？听书堂那二楼，这是一楼还是二楼啊？我们先去哪儿啊？现在是一。往上，往上。 来过吗？这感觉是来过呀。我们去那个雅间就在这儿。学艺室是哪儿？这儿是不是学艺室啊？这儿是不是学艺室啊？这不蝶吗？这个你是学艺室啊？对啊。学艺室为啥画个蝴蝶？蝶它不应该是小蝶的房间吗？先看一看其他的吧。这儿学艺室的吗？对。那是学艺室啊？这儿学艺室，写的学艺室。 找到了小蝶最珍贵的回忆，才能回小蝶的房间。那个小蝶房间锁我已经打开了，还没到呢。你怎么打开的？这是学艺室的吗？哎，我。
哎，我就在这天天跳关，我拧了拧就打开了。来，哎，周以曼，这上面写了很多字。我这里有个造初景，饱读诗书才比天高，温凝玉为母治病孝感动天，空落雨雁游山河见多识广，自小学医妙手性情中人，率性而为。十二个人，每个人都有个判词是吗？这个，来，我将珍贵回忆藏于木箱，每当琴音响起，便在提示我开箱之法。琴在哪儿？是那个吗？古筝那个。哦，古琴。怎么说？这个是要干嘛？那你按着哪个那个什么音，然后要开那个什么东西？哦，通过琴音就得到一个四位数字密码。它这上面有各种水果。哦，跟这个有关是不是？哦，来，这儿有口味，有水果。这个是二是什么意思 ？Rhyme 吗？哎，这有声音。咚。什么？咚。这一根比较低。发。下音的发，发的话等于四，确实声有点低。降西，搜，都，拉。我们现在就只要知道第一个那个青音是哪一个，先找这个。二，好像是这个。对，看一下，它是第一个八度，所以说这个就叫做二，因为它只有一到九嘛，然后这是九列。然后第二个葡萄的那个降西，葡萄，第二个应该是，是，啊，差太多了，这个，他这个差的有点远，他应该是这个。他们差了个半音，就是那种微分，就差了一点点。那这算几呢？这算五。如果这个是二，这算六。这个是几？关键这个九根本没法按啊，八也没法按，七都没法按。没必要聊得这么专业吧？真插不进去嘴，你差一个半音是什么呢？再挂会儿机了，是该挂会儿机了。哎，是两个音。不用，不，别按，直接这个。哎，看一下这个空弦。什么？哦，它可能是空弦。都是空弦吗？我做了。不需要按极品是吧？就是完全按音乐声的搞了，真的按弦声了。加油，观众朋友们，到底伯克利和中音到底谁更强呢？不是，他如果是一个从高到低的话，我们找到他们从高到低按顺序呢？也可以啊。他只是表示了一个。音阶从高到低，对吧？是这个？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个。对，等一个音平完以后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可以啊。对。哆西拉嗦，哆西拉嗦。movable 就是手调，对。啊，手调。对，就咱俩说的是手调。
停完以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可以啊。对，刀降息拉手法是固定音高，然后我们刚才说的 sofa mirto 就是手调。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们不要太严格，因为这个东西肯定不准。我刚才听到你们的生发降来都知道了，生发怎么生发降来怎么搞数字？你告诉我。就是等着这道题，把之前学的东西拿来秀一下。凯凯，你看看你，你怎么就不是第一个 Q 生发降来的人？我想，那我。你想，那我尿一尿的吗？我在中音和博客里面就班门弄斧。这个锁好离谱啊！江湖上不够忌惮你太久了。来，叮铃铃铃，记一下那个道具的问题，给道具组反馈一下。我真的是空闲吗？他不是。没有，都不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我们再来一遍。等一下，我们安静一下啊。是不是就这个顺序？就是这个顺序，一二三四五。那这是一呀、啊，这为什么是二呢？那你的二指代的是啥呢？首先不是音高，其次不是顺序，它指代的是啥呢？意思又要摁弦了？不是，它指的是数量，数量吗？是吗？你看啊，这根弦上面有两个椰子。哦，对了，两个椰子，葡萄有几个？葡萄是，三个。苹果是这儿有几个苹果？这有俩苹果，二。橙子是这个，橙子有三个。然后是菠萝是第三根弦，有几个？一二三个，3323。对，三，三，二，三，三，啊。是吗？对吗？哦，3323是吧？真的是个数。哎，怎么解开的？水果的数量上面。水果的数量，一开始以为要摁上面的品来弹，一听品我根本听不懂，我就知道这个思路绝对是错的。其实挺简单。把它想得太复杂了。